吃饭啊、哦！今天辣椒。今天这个辣椒就是黑暗料理了，有点黑黑的香肠。没用。我能喝点吗？悄悄爸爸给你倒点儿，热的。喂，刚刚倒了点水，喊也没喊大爷。我是5斤多。干辣椒搅拌，
吃饭了，今天吃紫菜苔，好嫩，麻辣梅豆腐，又麻又辣，香。炒了个豆干，红烧肉。哇，这个红烧肉好香。刚刚他嚼，肉丸子等会吃鸡胸肉。我想吃，我就红色的。好，